有去哪儿呢？我真的是因为你，我要选替代衣。有一点力，这是会冷还是会热？哎，他不像你儿子，你叫儿子的时候我吓一跳。这三个月最酷肯定就是这个啦，我的官网完成了，那我们也买了一个网域叫做 kaiimagestudio.art。不是 .com 哦，是 .art， 这超酷炫。反正我会放在下方链接，你们就自己去滑滑看。手机版跟电脑版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两种都要设计啊。反正上面就有一些，你们可能会想要有兴趣看的东西呀、啊，或者是有关于我啊，我的介绍啊，然后我的幕后花絮啊，商店啊，还有一个网志的部分，就是我想分享更多的技术的东西在这个上面，反正就分享一些东西。那有兴趣或者是你们有推荐什么内容可以撰写的，可以分享给我留言啊，或是私讯给我都可以。No problem. Thank you very much. 哇，红色蜻蜓哎，它正在吸奶。哇，这么酷！我的11月的时候，我去了人生第一次的中国，真的是超酷炫。那我去了惠州跟深圳，那主要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规划一下摄影棚，就是格局啊，然后要怎么规划摄影棚的空间啊，因为场地非常非常的大，那就是找我过去看看，要怎么规划摄影棚会比较好。然后也顺便开了一下器材单啊，反正就是去帮忙，开心。那我们也去看了一下风景啊、文化啊，反正那个影片我会放下方链接，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虽然是有一点无聊啊，因为我不太敢乱放东西，我怕会被挡消失，所以就有兴趣就可以看一下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妈妈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加我105。往后退一步。邱志颖。谢谢啊。他也在看导航，他说：“哈，什么什么蛋蛋。”快点啦！这几个月真的卖了超多摄影器材，就有相机啊，有摄影灯，主要是摄影灯啊。那我一开始以为哇塞，可能卖个5盏就很厉害，结果我卖了15盏灯，哇塞，真的是超嗨的，就全部都是 Aperture 的摄影灯哦，还有什么其他的灯，反正就台湾有代理灯，我应该都拿得到货。反正如果有兴趣，你也可以去我的官网看啊，反正就有一个 shop， 然后你就可以看我到底卖了什么东西。但理论上我什么都卖，开心卖，那交流就是看到更多摄影师啊、摄影同好到底拍了什么东西啊，他们在做什么啊，有人是新闻的，有人是拍小孩，有人拍食物的，拍什么活动的，什么都有，真的超酷炫，认识很多很多的人。台北牛乳大松露大师转一圈，谢谢你走心，我追踪你的优质哦，哈哈，谢谢。这只有牙齿，你太粗了。这几个月真的用坏了超多东西，第一个就是电脑的 CPU 给我烧毁了，三 B， CPU 烂掉。那接着我的相机也坏了，那相机就少了一台。那接着我的 GoPro 也坏掉了，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坏掉。那就是那些影片我都会放下方链接，有兴趣就看一下，反正就还蛮衰的。这么多人，那就这样了。嘉青，谢谢，辛苦大家了。嗯，可以拍张大合照了。不用了啦，上次拍过了。反正就可以啦。好，来来，拜拜拜，这样就好了。拜拜。你们现在是网红吗？网红吗？我不知道。同事说你是网红。喂，好笑。今天不要喝，因为很烫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年台北摄影器材展，我当然也有去了。那我还多待了一整天的时间在那里分享 IRIX 镜头的部分。那我在 IRIX 镜头还没有代理商之前，我就购买了 IRIX 镜头。那现在台湾的代理商是福伦达老板，有兴趣你可以去跟他购买。那 IRIX 镜头的特色就是，哇塞，影像品质还不错，但是价格超级超级便宜，这就是它的特色。那我们现场还有玩了一个新的全新的 prototype 65mm， 那我们也拍了一些很酷的影片啦。那反正现场就是跟各种摄影师啊、影像制作人啊分享，然后交流的好时间。这真的、啊？对呀、啊。画一刀。人山人海。一号。这美国奇异果。我们来赏车啊！我是特意来的吧？太多人了吧？来3、2、1。慢慢慢慢。对对对对对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